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先放一放，重新做回好朋友？哎，文心，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阿姨，哎呀，这您得问李一鸣，我的情况他最了解了。一鸣，是吗？啊，不是特别清楚。不好意思啊，叔叔阿姨，你看我这，我还约了朋友呢。嗯，我先走了，不作陪了，不打扰你们了。好，那你先忙，改天呢，你和李一鸣定个时间，到家里玩。嗯，好的，阿姨，这茶叶您留着喝啊。哎，谢谢，再见。哎，好走啊。美心，对不起，那天跟我爸妈吃饭，我不应该那样。那天当着你爸妈的面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咱们俩的关系啊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以为我们很了解，其实并没有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先放一放，重新做回好朋友？你想跟我分手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如果彼此能更了解一下会更好。再说，是你一直对我好，我对你实在太差劲，太让你受委屈了。要是觉得对我不够好，那就对我好一点。但是我不一定能做得到啊。而且我还让你这么难过。我不难过。对不起。一鸣，我承认我现在很难过，但是如果你跟我分手了，我会更难过。我从小到大一直在等，我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是我从小到大最快乐的时候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？受了，如果你想跟我分开，我同意，我同意，只要你幸福，好不好？我会好好的，不分开。Thank you.